王乌雅叶子原本是剧本设定好的女主，但是总有一个锄头挥得勤的死对头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的抢走我的男主，让我沦为了半年女配。宿主大大，如果还不能守住女主身份，你将彻底消失。你还是忘不了她，罗景胜，你别忘了，你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。我怀孕了。你搞清楚了，当初是你自己选择抛弃了叶子，跟这个女人搞在了一起。你还爱我吗？我真是受够了。你的宝，你自己玩吧。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可惜这次，我的男主不是了。请追回男主，请追回男主，请追回男主。我一直都是按照你们的设定来做事，这次我的故事我要自己写。一定要做得这么绝。我只不过是拿回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吧。呀，叶子，立TV 立式线上影视。